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攻略，原神 4.5 版本铸境演练无量极战攻略。好的，我们就来打一下这个第三关。牌组的话在左下角，菲希尔、克莱、夏里，手牌的话是没有要求。大家调整完牌组之后，就进行挑战。这里对手牌没有要求，飞仙儿出战，你的命运已成为我掌间之师。这里需要三个雷头者，三个草头者。这里飞仙儿元素战技。回应我吧，如同居尔城的鲜花，然后切到克莱，就由我来保护。元素战技，这真是麻烦。最后回合结束。这里需要三个手头阵，克莱普图估计，后会有期。哇，不，克莱斯爆元素爆发，是这个。最后切到虾灵，一刻都不想多挡。回合结束，阿修王，你的祭皮已经准备好了。这里需要三个火头子，两个雷头子。如同居尔城的鲜花，夏灵释放元素战技，光漫喷火，再后切到菲西尔，以皇女之名，释放元素战技，回定我吧，能喷。我已经玩腻了，再普通攻击。最后回合结束。真是可惜。为了永恒绿洲，这里我们不需要投资哦。如同99人的情谊，飞机要元素爆发，一如小的左边，终于永恒的绿洲。最后回合结束，小姐，夏吕出战，一刻都不想多挡。后会有期。
这里也不需要投资。直接回合结束。哇，不发财吧。果然不是不努力吗？好渴啊，克莱出战就由我来绑铺。好的，这关我们就打完了，咱们下一关见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